有人喜意集邮，有人喜意收藏纸币，但是如果有人喜意储垃圾，而且又是住在你隔离，你一定很头痛了。这些新闻今时今日我们都还会听到，不过原来上个世纪80年代都发生过，而且还是在公屋单位。政府会不会苦无对策呢？看看当年怎样处理。这个就是被投诉的公屋单位，他隔离的单位说522号的阿婆将杂物堆积上天花板，好臭啊！成日都臭，点样臭法咧？臭嗰楼屎除，嗰楼屎咪屎楼屎咁啊，够臭啦！同一层楼亦都住咗好多位单身阿婆，佢哋表示曾经多次投诉，甚至试过集体嘅签名行动，但有关方面都冇帮佢哋解决问题。呢位就系俾隔篱邻舍投诉嘅阿婆，就话送我话我投抢啫，送我呢啲冇所谓。阿婆屋企道门打棚放喺地下，已经系有一次屋内杂物太多开唔到，所以叫消防人员嚟叫得咗。而家阿婆每日就系咁样翻入屋嘅。点解你执埋咁多摆晒屋企里面咧？有咩用咧？冇用啊，边有用啫？我执咩嘢翻嚟？你唔觉得佢阻住你自己住咩？阻我咩？冇咩阻我。咁冇乜地方瞓噶？喺埋边嗰时，俾块板寒开始瞓，冇得瞓觉点得噶？即系嗱，你摆得咁耐咧，嗰个卫生唔好噶嘛？影响佢卫生啊？系啦，会唔会咧？咁你有冇谂过咧？我唔知啊，佢可以开声骂我噶，佢咁样佢长时顶我煮我冇用啊！我煮我又煮我唔使，佢将人会唔会杀我？嗱，譬如叫你拎走，点解你又唔拎咧？你啲自己都住得舒服啲啊嘛。有精神物质咯。有精神執我成日一心搏搏跳一頭有，我都唔係好精神嘅。由於阿婆啲雜物係放喺佢自己屋內，屬於私人範圍，邊個政府部門都表示唔適宜用強迫嘅方法，要阿婆將啲雜物清理。市政事務處話，如果問題太嚴重，佢哋可以向法庭申請清除雜物令，但目前情況未至於咁嚴重，現時可以做嘅只係咁，我哋咧就係、是。將會做一個詳細的調查，看看那個鼠患的情況是怎樣。如果是嚴重的，我們就會採取適當行動，就使那些老鼠的數目減少。而房屋署表示，根據房署條例，如果住客的行為對鄰居造成很大滋擾，他們可以取消住客的租約，但他們不想對阿婆採取這樣的行動。我哋嚟講咧，就啲職員咧就兩屢次上去勸住個婆婆啊，就希望佢拎走嗰啲雜物啦。咁就係同一時間內咧，我哋咧已經去行咗社會福利處，咁希望咧佢哋咧會同我哋咧就係處理呢件事嘅。不過陳建英承認阿婆比較頑固，勸咗佢幾次都唔肯將雜物搬走。今次揾埋社會福利處幫手，係咪就可以解決問題咧？